之前全民体育山里有你支持的运动员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一个有梦想的跳水运动员。我现在已经从日本的东京返回了澳洲，那现在在悉尼的隔离酒店，将要开启我14天的酒店隔离生活。今天是我在酒店隔离的第6天，然后想分享一下我在奥运村得到的一件纪念品，就是这个东京奥运会特许商品的一件 T 恤衫，上面带有一些签名。那这衣服上的签名呢，我得感谢一下艾森同学。对，没错，就是他。那因为他的帮忙呢，所以才能找到这么多队友来签上去的。所以作为回报，我也帮你放了张帅的照片啊，可没有黑你啊。好，一个玩笑。那我们再看看上面都有谁的签名。这是曹原的，这是张佳琪的，这是王宗元的。这个是谁啊？写的那么草，回头再确认一下。这是王涵的，陈艾森的，陈宇希的，全红婵的。这个是那个英国队的杰克拉法尔，这是我找到签的。这个这么草，到底谁的？我得回头确认一下，我也不知道忘了谁签的了。这好像也不全啊，我数数看有几个人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个人。刨开这个英国队的，那就还差一个人。陈艾森，你办事也不牢靠呀啊！还差一个人呢，10个运动员怎么才9个？我看看还差谁。因为跳水队啊是男女各5名运动员，一共10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嘛，那再对一下就知道还有谁的名字没签上去了。那这次东京奥运会呢，跳水队派出了5男5女参加比赛，先从女队员开始吧。这是张佳琪一，王涵二，陈宇希3，全红婵4，那其他的都是男队员了，那意味着这个就是施廷茂的签名呗，茂茂的签名。茂姐，你这个签的是不是也太草了一点？我完全看不出来施廷茂这三个字，你下次可不可以给我签个郑恺啊？啊，大家能看得出来吗？我是没看出来。OK， 再看一下男队员呢，看得出来的就是一曹原。这是二王宗元，这个杰克拉法尔不算啊，他是3陈艾森，然后那这应该是这个谢思义的签名啊，谢思义的签名也挺草的，那就差杨健的一个签名，到时候反正把它补上就行了。那关于 T 恤衫上的签名呢，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。那天我们都在看台上看比赛，那我就把这个 T 恤衫呢找他们运动员去签名。那天遇到的是张佳琪还有这个陈宇希，然后他在上面签，那个全红婵小全呢就在旁边帮忙。他们两个签完了之后，我就说，哎呀，小全，要不你也帮在衣服上签上吧。然后他就可怜巴巴的看着我说，啊，我也要签吗？我还不是冠军呢。我就说没关系，你代表中国跳水队对吧，虽然现在不是，之后肯定又是。结果我们这个小全同学真是一鸣惊人，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吧，对吧？好吧，今天的签名 T 恤就介绍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位运动员呢？欢迎到留言区给他们加油打 call。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小胖，一个有梦想的跳水运动员。想了解运动员的更多生活，关注我，为大家带来更多分享，也别忘了点赞与转发，您的支持是我制作视频最大的动力。那咱们下期见。